当人工智能的万能助理出来之后，可能会有很多行业会受到冲击。我们来看一下什么行业受到冲击。第一，原来的教育行业会受到冲击。我认为孩子教育现在的最核心的挑战就是说，传统教育和未来教育，我做一个比较，就是说，其实未来的教育啊，最本质的东西就是我们不能够还是一味的只在学校升学体系里面去玩那个过去工业时代的小学、中学、大学只在学校象牙塔里面去学习的这样一个游戏规则了。因为真的游戏规则发生很大变化之后，我坦率说，我认为学历，除非你是真正的顶级藤校毕业，或者在中国反正清北复交吧，就非常好的，说出来就大家全中国都认的那些学校的品牌，否则的话学历的竞争力真的在变得越来越低。不管你是研究生也好，你是本科生也好，它只能决定你的下限。但很多时候你为了争夺那个下限，你把自己的所有时间都用在读书考试，然后你发现你读完出来这些能力，绝大多数练的能力在人工智能时代被人工智能完全取代。所以你需要去产生什么，产生连接。在人工智能时代，我认为最关键的东西，小孩子在从小的时候就应该跟外界产生连接，他应该跟智慧产生连接，比如说他应该跨学科学习，这第一个。那么这些时间从哪来，就是要家长去挤时间，把孩子从学校补课的时间抢回来。在家庭教育一定跟学校教育要抢夺时间，把孩子抢回来，让孩子在人工智能的指导下进行跨学科学习。另外呢，就是要把孩子送到社会上去接触各种各样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去让他产生真实的连接，有了连接他才会有热情，才会有能量，这个就叫能量。在人工智能时代，孩子要学会的是激活自己的能量，而不是一味的掌握信息处理能力。我们知道信息和能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孩子能够激活自己的能量，他能够对某些东西有热情，他才能够在将来去激活别人。而激活别人这件事情本身是能够产生很好的商业收益的。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件事情还是很有价值。客服行业会受到冲击。客服这个行业有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应该大家可能也看过，这个是他模拟了两个手机在进行客服退换货的对话。 Cool, could you share the order number with me? Of course, it's 10293849. Great, thanks. Is the device physically damaged in any way?然后他问他说是不是物理损害啊，然后他就跟他说没有物理损害，只是无法啊，就是他在进行两个手机用 GPT-4 4O 互相的进行对话，还是很神奇的。所以客服这个行业，我觉得就算能够电话交流，你以后都不知道是不是真人了。特别是进行一些简单的问答，然后面试。我认识两个朋友，一个在国内做，一个在硅谷做，都在做 AI 面试官。 AI 面试官真的很靠谱，有了 GPT-4O 之后更加靠谱。你就把你的面试的需求以及你的 QA 问答对输入给他，然后他可以像一个真人一样，就像你提问题，提问题之后还可以打断他，他可以打断你，这个体验已经非常好的。你可以同时面100个人、1000个人，然后他给你收集需求，给你进行特征提取，然后反馈给你。这一次 GPT-4O 其实展现出来一个比较可怕的东西，就是包括简单的心理咨询都有可能是人工智能是可以替代的。资深的心理咨询师的深度共情和陪伴型的，特别是疾病疗愈型的，目前来看人工智能可能还难一点。还有另外一个行业就是投资顾问，投资顾问你会发现也很容易被替代。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保险，中国也有很多保险从业者。那保险从业者在接下来的5年时间里面，人工智能的投顾它可能跟保险业务它会融合，投资顾问和保险业务其实都是跟财务咨询有关系的，这个可能会有一波很大的一个冲击。电商就不用讲，大家知道直播电商是过去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一个王者的一个品类，但直播电商在这个可以个性化交互的时代，可能会遇到一个更深层次的、更加降维打击的一个替代品，就是人工智能的万能助理。它因为知道你生活的一切，因为你跟它沟通太多了，它能读你的手机、读你的电脑，它比你还了解你啊！它知道你的生日，它知道你的所有东西，它知道你的孩子多少岁，它知道你遇到了什么困难，它知道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它知道你最近在忙什么项目啊！这个太可怕了啊！它知道你的所有东西之后，它可以预先帮你去规划一些你需要购买的东西，它会告诉你说你买的东西太多了，它会告诉你说你应该节约一点。你在直播购物上买了这么多东西，你发过来这些货，你80%你都用不上，所以你有了这样的提醒之后，你可能就会买少很多东西，或者你会买合适的东西，所以它会抢夺现在你这种无脑购物的这种购物行为的话语权，它会优化你的购物决策，因为它还会知道你的财务状况，包括它可能跟你的这个冰箱啊、烤箱啊、家用电器还能够进行这个联网，还是很夸张的。所以电商啊，是在未来10到15年会被彻底颠覆的一个行业，这个颠覆是巨大的，影响的 GMV 是巨大的。所以说直播电商，我觉得这个也就是再有5年的光景吧。等到这一波的人工智能助理起来之后，电商行业会发生非常多的新的变化。旅游行业就是现在最近2023年非常几笔大单都是旅游这个行业，其实融了很多钱，就是旅游的助理、旅游规划。那旅游规划现在已经做得非常好，动漫、传
媒、编程，那现在已经是实实际际的都在用编程，最早的这个从 Copilot 开始到这个微软的 Auto Developer， 那么现在呢这个处理编程的能力，其实 Debug 啊，处理编程的标注注释的能力以及指导你编程的能力已经越来越强了。然后传媒呢就无非就是做自媒体的写稿，然后动漫呢就是现在线稿的自动填色啊，包括用 Stable Diffusion 就是动漫的自动生成，包括动画的自动生成，那这块能力其实也越来越强了。所以说这几个行业是已经是现在2023年就已经开始在用上的行业。游戏广告设计同样不用说了，这几个行业是最近这个美工裁员最厉害的行业之一了。然后法律、生化、医疗，就是有了 GPT 4o 之后，你会发现律师，普通的起草合同的律师的这个角色其实基本上也比较危险，这个做法律大模型的团队还是比较多的。大家都觉得法律文书这块东西是人工智能特别适合去做的一个类别。那生化和医疗呢，其实跟现在大语言模型关系不太大，但他们都用上了大模型。大家知道最近出了一个新闻，就是 AlphaFold 用上了大模型之后，这个性能增加了很多，预测了更多的蛋白质结构，包括医疗也是一样的，就是新药研发的时候用大模型发现分子式，发现分子新的化学结构，这个现在用的越来越多了。包括甚至还有新材料的研发，音乐和影视就不用讲，自动作曲，我觉得五年之内可能大家就会看到明星授权自己的数字人去参演电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会出现。而且大家知道，就是现在虚拟数字人越来越厉害，那导致什么？你看视频，你将接下来看各种电影，你都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经过了极度美颜换脸换声，因为那个成本越来越低了。物理学家、数学家呢，目前来讲还是这两个职业是极难被替代的哈。之前有人去探讨过这个问题，有人问 Sam Altman 说 AI 什么时候能够写出爱因斯坦的 E 等于 MC 平方，那 Sam Altman 说在他有生之年，他感觉现在还没有通向能够写出 E 等于 MC 平方的路径。大家知道理论物理学最近一二十年新的发展，包括超弦理论，包括对于 M 理论的这个研究，包括对于我们现在所处的思维世界是否同时是一个微超时空的一个投影，这个话题就很深了哈。这个是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话题，我认为物理学和数学真正的最关键的部分还是极难被人工智能替代。